勇气是我动力的源泉。对我来说，勇敢就是做真实的自己。变得勇敢能够历练你的意志，让你更加快乐、乐观地对待生活。有时人们没有办法全面地看待问题，也意识不到你的坚持，但是我为我代表的 Brave 感到骄傲。